在这个独角兽的摇摇乐里面呢，捡到了一块小猫香皂。然后我跑到厨房里面拿了一个剃刀工具。听说刮香皂是一项非常治愈又解压的活动哦。哇哦，堪称完美！你看，每一片呢都完美的被刮下来啦，太治愈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还剩下一半这么多，我要爆发我的小宇宙，把它全部都刮完。快啦快啦快啦，马上就刮完了。好的，利用这个香皂呢，我们来做一份无硼砂无胶水的泥，用热水把超轻粘土融化，再把融化了的香皂水小心翼翼地加入。经过一轮的搅拌，我们的蓝色黄油泥就完成了，非常柔软不粘手。经过今天，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刮香皂这项运动，超治愈哦。明天见，拜拜。